大概下期都自家特色同后天同乡的故事。平如今高雄乡东兴社区最近系用同山高台湾嘅情景，透过了时代历史嘅改变，透过媒体同文化传承，有民众排练出了快闪大牙、快中嘅音乐剧，却展现抗人敬爱党岸嘅精神，未希望来讲社区嘅情感。用客家最古老的盐屋老山歌带出客家先面对人乡土海来台，最后到更加的平东人歌书向开创天际，一团遥远的历史情景，透过盐屋剧的现实呈现，并参与演出的民众又该怎么感触？歌系乌水桥，啊，来到俺们歌书也好的体力啊吼，来俺们来都系来种东西也好啦。来生活也好啦，台北俺的客家人是太辛苦，吃苦耐劳，也该都俺的客家人的精神。由客家本色、冯振顺、郭书志哥一对五组曲目串联的音乐剧，对冒险出海、杀猛开枪，都反映冯书杰米全剧表现出客家人对于祖先、土地、同伴会的崇敬之心。客家人他对土地的感谢、对祖先的感谢、对任何事情的感谢，那种感谢之心，我们把它贯穿在这个作品里面。里面一百演出的民众，大部分是原发的老人家。故所乌托的杀机，注重开展前的动作，主要是希望老人家在表演的同时，也做得太多运动的效果，以提升自家身心平衡的发展。客家新闻陈文廉，屏东报道。